各位来宾、媒体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！今天我们在这里啊，召开加拿大华人华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新闻发布会。我呢是这次活动的组委会的副主席，我叫王子。大家都知道，周恩来先生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。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、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局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爱戴的领导人和外交家。他的主要的经历如下：他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，1917年呢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以后呢赴日本求学，1919年回国。9月入南开大学，20年去欧洲这个勤工俭学，24年秋回国，在国共合作期间呢，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。1927年，他参与并组织了8.18南昌起义，参加红军长征8年抗战，支持新中国的成立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，担任第一任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。1954年。周恩来总理呢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，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